我喜欢许孝顺。更老吧？更老吧？你凭什么说我们老？为什么？你本身是痛风协会的吗？没有，因为他很会，因为他很会搞笑啊，在搞笑方面，我觉得他是就是最厉害的这样。我们在你心中的搞笑，比如说顺哥跟 Ken 哥，在你心中那个地位怎么比？不能这样讲，两个风格不一样。许孝顺那种风格是比较属于那种，就是比较低俗。那通俗，对不起，Ken 哥的搞笑是比较属于那种口语，就是是真的很幽默那种，有气质，对不对？对，有气质的那种搞笑。那你觉得汉典的搞笑又是哪一种？他也是算低俗吧。没包袱是完全没有任何包袱，没有包袱是也是 OK 啦。词汇可能要修正一下。对，毕都是前辈要尊重，对，要小心，因为以后搞不好都修度也丢哈。所以，但是问题是他有讲啊，他说他最喜欢的还是顺哥啊。对啊，其实你觉得那个是我很欣赏他，他是我的就是算是第一偶像吧。对啊，这样讲，对啊，顺哥嘛，不错不错。哦，刷了来，我们进入这个感情经验篇的，因为在以前的年代，其实初吻、初恋都超珍贵。贵的，但是可能到了现在呢，已经到了经验丰富，都在拼次数而已的。哎呦，这个先廖老师啊，廖老师的初恋大概是在几岁的时候呢？大二吧，大二大学初恋，大二，吓死了，真的。初恋哦，也不就是大概有点那种感觉了，真正是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交男朋友。那国中都没有那种有感受到那种爱意，我们都是读女校哎。初中都是女校哎，你说怎么办？哦，也是，对，那就是说是到什么时间才牵手，然后 kiss kiss？ 大学毕业以后啊。大学毕业以后才牵手啊？对啊，直接笑你，旁边人都在笑我，但是我们那时候都这样子。廖老师那个时候是，假如说那个夏天要是胳膊被人家看到，人家就把他娶走了，那个笑这么严重？还这么严重？就是那时候民风比较保守一点，对，但是可以露臂啊，可以露臂。但是最后问一下我们这个小宇宙联盟啊，你们的这个人的恋爱记录是怎么样呢？现在已经有了吗？不可能吧？可以说一下吧，文婷几个？六个，交过六个。哎，什么叫做交啊？我听不太懂是怎样？是真的有牵手吗？牵小手吗？有亲小嘴吗？不敢讲，不一定，不能说。妈妈在现场，他们家长就在对面而已。我家长在对面，所以交往过六个，几岁初恋？五年级。哇，五年级初恋。后面还有没有也谈过其他次数的？伯承，你三次，三次，初恋是在六年级，六年级，对方也是同班同学吗？还是对方校花？炫耀！我问你他几年级，我不是问他是不是校花。隔壁班啊？怎么拔到的呢？你是去跟他做了什么事情？猛烈攻势，什么猛？每天上脸书就是，嘿，你在吗？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就在复制贴上很多遍啊，复制贴上还没有打的，然后他就会突然就觉得哎好像不错，然后他有一天就跟你讲说，我好像突然喜欢你了，然后就在一起。你是在拍电影啊？电影怕缠狼，对不对？这还是用得到，对不对？不错。那情圣子瑜呢？哦，我谈过六次。六次恋爱，然后第一初恋，我也没有六次，我都没有六次，因为不同年代嘛，对，不同年代被讲了，没有啦，没有。我第一次初恋在五年级的时候，那我大部分都是在国小谈的，国小不懂事啊，就是喜欢就上啊。不是，喜欢就上的意思说喜欢就跟他讲，就告诉他，让他明白。就冲了啦！对，这样上了，不是那个动力。很兴奋，人家就站起来。但是，假如说你们同学之间没有谈恋爱的话，是会怎样？会被笑吗？圈叉？如果从来没有谈过恋爱，在你们同学之间是不是地位不保？真的？有些会笑。其实还好啊，差很多，不好笑啊，对不对？玉轩其实没有关系，不好笑。就是比如说，其实有谈恋爱的话，其实会被同学揶揄，反而更奇怪。揶揄的话，干嘛呀？你喜欢他吗？你们有没有怎么样啊？揶揄这两个字在我们大学生的字典里面还找不到。很
班里面大概有谈恋爱的人数比例来讲大概多少？零。比例就有谈恋爱的人多吗？不多，几乎没有。是大家都不讲，对不对？可你们都交过六个、五个，怎么可能？对啊，我们通常都是那种，比如说知道这个男生喜欢这女生，然后我们班就会一直弄他们两个，想说你们可不可以赶快在一起啊？那最后会在一起吗？不会，通常都是因为被这样讲之后，反而这男生就说：“我哪有喜欢他，我只是那个什么弄他一下而已，我哪有喜欢他。”想弄一下，想弄，很明显，就明明就说，比如说我要那个，比如说我们要那个擦地板。然后我们就要抬椅子嘛，那男生就只会帮那女生抬，那根本就是喜欢，他就说没有路过而已啊。好，这个还是小朋友，好可爱哦，有点嘴硬了，嘴上不承认，纯纯的爱，对，想要，对不对？想要跟别人对接近。那茉莉，你要对我有个疑问，那你们谈过那么多次恋爱，你们最长跟最短的恋情是多久？柏辰，你先说。我最长7个月，最短1个月。我要昏倒了。7个月，对啊，为什么7个月跟1个月？那为什么那个一个月就结束了？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吵架就。吵什么事情？你还记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叫他教我功课，他说你很笨，我不教你。然后之后这两个冷战，冷战快要一个礼拜哦，就一个月里面有一个礼拜在冷战。然后之后我就不爽，跟他说，我们就是到见面就好，不要。在那个了，对，不要再有两个，不要再对。女生也都只是讲讲，真不懂女生。这就是男女成长速度不一样，对，就是大笨蛋，大笨蛋，你根本就不懂，对，对，真的，这是老那些年哦，对啊，有那些年的感觉。我最长是2个月，最短是只有1天而已。这一天不是我的问题，这一天是因为我跟他出去之后，然后他说他也喜欢我，然后我也喜欢他，然后就交往在一起之后呢，然后好像就隔天吧，他就跟我提分手。我问他说为什么，他竟然跟我说，因为他朋友也喜欢我，然后他朋友知道我们俩在交往，所以他就是跟我分手这样。